什么事情都很自由的，很随便的，愿意跳舞就跳舞，愿意啊听音药就听音药。哦，这学佛法学的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啊，这么多的不可以，那么多的不可以啊，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又不可以看戏，又不可以喝酒，又不可以抽烟啊，你说这么多的事情啊都不可以做的，这个佛法学的一学越学越麻烦。这是谁个这样想呢？这就是药叉罗叉腿来叫你、啊、这样想，叫你呀、啊，叫你，你想要啊、哦？说我要出家做和尚，哎，做和尚，做和尚太苦喽啊！一天呢、啊，到晚就要做工，然后啊，又要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又要啊做工做的很多的啊，辛苦的不得了。你做这个和尚有什么用啊？有的人呢想要做比丘尼，做比丘尼这个药叉罗叉也就他就来呀、啊、哎，都是结婚好喽，结婚啊又有丈夫，一天到晚陪着，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啊，就愿意你总不发的菩提心，这就是药叉罗刹他们的本事。他们的本事啊，专门破坏你的道心，破坏你修道的心。所以啊，愈来恼人。可是啊，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这么多的药叉和罗刹呀、啊，他们想要来恼人，给人添麻烦。可是他一听见你能念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这个人呢，是种恶鬼，这一切的恶鬼呀，尚不能以恶眼视之。你一念观世音菩萨，你就放光了，你一放光啊，那鬼他想看你也看不见了啊，所以呀、啊、他看你就看像看这个电灯的光似的，睁不开眼睛了啊，所以惨不能以恶眼视之。况佛家害他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怎么能害你呢？他没有法子可以害得了你。所以呀、啊、你要时时刻刻都要念观世音菩萨，才能也有办法，才能有保证，有保障啊。况佛家害他看都看不见你，他怎么又能害你呢？设夫有人，设回啊，再有这么一个人要有罪，不论你有罪啊，要无罪或者没有罪，你就有无罪无罪都包括在内了。怎么样子呢？牛界枷锁，你这个有罪的人，固然呢这个政府把你捉去了给你戴上手捧子脚镣子这个佩枷带锁锁上，那么这有罪的是犯这个罪，那么有的没有罪冤枉的亏得呀被人呢诬告根本自己就没有罪，那么政府把你捉去捐到牢狱里，给你戴上手捧脚镣，这叫无罪很冤枉的那么很冤枉的简记其身，这个牛啊牛界枷锁这个也就是上给你上个刑具，简记其身就把你绑上，称观世音菩萨名者，你要是啊在这个时候能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名呢，
这样节气断坏呀、啊，这个牛界枷锁啊，这种种的刑具，节气断坏也都坏了，即得解脱呀、啊。其实啊，就得到解脱，就得到啊自由了。家也自己就看看，锁也自己就断了啊，那个牛啊也自己呀、啊、就破坏了。总而言之啊，你这个无论什么刑具在你身上啊，它自己呀、啊、就会脱落的。那么这种情形呢，我见过很多人呢都有这种感觉。在我有一个在南华寺的时候遇到一个和尚呢，他叫提辉。这个和尚呢就在日本那时候被日本就捉去了，捉去呢啊，把他就捐到那个监狱里了，也带上手捧子脚镣子啊，都给带上，带上了。他在这个监狱里头一天到晚的念观世音菩萨，念，大要有一个时候啊，啊，晚间他这个手所有的这个枷锁呀，自己就都掉了，自己都坏了，那么这个门呢也自己就开开了，所以他就从这个门就走出来就跑了。这是呢他亲身看见，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形呢，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虚的。要三清大清国度，南中怨贼，留意商主讲出商人，再吃众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做事畅言，主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从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死于众生，汝等要成名者，于此愿贼当皆当得摆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那么观世音菩萨，成其名故，即得解脱。”这是怨贼那要三千大千国度，假设这个三千大千国度的里边满中怨贼，在这个三千大千国度里边呢，任何的角落里边所有的这个怨贼，这个贼怨贼怨呢就是怨恨，怨恨呢因为许生有怨，所以今生他就做贼，前世啊与你有怨，有这种仇恨，所以啊今生他就做贼啊，来啊抢你的东西啊，有意商主，有这么一个做买卖的人，讲诸商人啊，带领啊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人在一起重宝，又啊带着很多这个很值钱的这个宝贵的东西，经过险路，经过啊这个土匪的地方，有这个强盗的地方，
啊，那么遇到土匪，你有值钱的东西，那么他一定啊也跟你抢了其中一个。那么在这个一切的商人，这么多商人里边呢，有一个人啊做事畅言，他呀就做这种的说话，做这种的建议提倡，对大家说，说诸善男子，说你们各位善男子，有各位好朋友，各位啊兄弟，各位啊嘛这个伙计，伙计也就大家共同都做生意的，这叫伙计，不得恐怖，说你呀不要恐怖，汝等应当一心从观世音菩萨名号，你们俺们现在大家呀，大家都应该呀一心，不要有两心啊，一心干什么呢，就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就念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是菩萨。为什么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是菩萨，说这个菩萨呀，因为这一位观世音菩萨呀，能以无畏施于众生，他呀，这位菩萨他能啊用他这个无畏的精神来呀加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汝等要成名者，现在呀俺们所有这一切的同仁啊，如果要是能念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名呢，于此愿贼在于俺们现在遇到这个土匪呀，当得改脱啊，应该呀就得到改脱，就不会啊受这个土匪呀来打劫的，来抢的，重伤人闻的，这一切的做生意的人呢，听见了俱发声言，一齐呀，大家都已经念了，念什么呢？那么观世音菩萨，成其名故，因为啊成念观世音菩萨名这个缘故，记得改脱，所以呀、啊、就果然得到改脱了，没有被这个土匪所打劫啊，所以就特别灵感的。每一个人呢都要发一种信心，不要生一种怀疑心。不见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威名如是，释迦牟尼佛讲过以上所说的这些个道理，那些个经文呢的意思，于是乎啊就叫一声无尽意，此时无尽意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我所讲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威神之力，威神之力这种的威德和神通和力量，巍巍如是，巍巍是大的呀，多的意思啊，巍巍就大嘛啊，可大得很哦。这个观音菩萨他大的这种巍巍而大的这个神通啊，就像上边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啊，我所说的也好像下边呢
这个经文呢，我所说的这个道理，简直的，他的功，他这种神通威德呀，是太大，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尽啊。所以呀，就用这“巍巍”两个字来代表，巍巍而大，而多啊，而广大，所以巍巍如是。摩诃萨在以前也讲过很多，这个摩诃萨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我还问一问各位，知不知道玛萨法意思？因菩提萨法意思玛萨法啊。因菩提萨法，它是young 的菩提萨法，就是玛哈萨法，也是 old 菩提萨法，really old， 是叫玛哈萨法。要有众生多于言语。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啊！你就看这一段，要有众生啊，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怎么样的呢？多于眼欲，他呀，一边学佛法，一边呢生眼欲心。学的佛法越多，他眼欲心也越多，也越大了。哦，一天到晚想这个眼欲，眼欲，眼欲，啊，想来想去想的这个眼欲啊，就像那个流水似的，啊，川流不息，啊，眼欲，眼欲，眼欲，你说这个是糟糕了。这真是啊，最坏的一种。思想最坏的一种行为，最坏的一种表现啊，他们怎么办呢？你不要有着，不要啊，担心啊，英文说叫那什么东窝里啊，东窝里啊，干什么呢？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啊，能常常啊。成念，念就是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恭敬，这个你单单念呢也不可以，要恭敬。恭敬怎么样呢？就是啊，给观世音菩萨多叩几个头，多磕头，多拜观世音菩萨。这个拜佛呀，就是恭敬，表示最恭敬的。所以啊，我们拜佛呀，啊，一般人不懂啊，啊，说是尤其那个外道啊，我们拜佛呢是泥像、木雕、泥塑的啊，拜他做什么呢？啊，这个瞎眼睛人呢就说瞎话，因为他没有眼睛看不见呢，这个佛的这种的。光明啊，遍照这种境界，所以他就说啊，这是木雕泥塑的啊，你拜他干什么？我们拜佛呀，就表示我们这个心里头的最恭敬。所以呀，你要是想恭敬三宝，一定要天天拜佛呀，那么向佛顶礼呀，叩头啊，啊，切记不要称我慢的。
你看我有多大啊，我比佛都大，我何必拜他呢？啊，就这样的就是错了。所以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那个隐喻心呢，就离了，就脱离了，没有了。说那可坏了，我就欢喜隐喻，那么现在没有了，这怎么办呢？啊，那你要欢喜有，还一样可以有的，啊，也不要担心的。你要不欢喜有就可以没有，你要欢喜有，那你就不必念观音菩萨嘛，那是一样来的。你可以，你还可以保持着，所以你欢喜有也有办法，欢喜没有也有办法。观世音菩萨神通妙用啊，是吧？随心如意的。要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要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要多嗔恚，什么叫嗔恚？嗔恚就是这种脾气，这个脾气就是烦恼。烦恼也就是这个无明，这个嗔恚呢好像火似的，你星星之火就可以烧去功德之林，所以古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焚。怎么叫千日打柴一火焚呢？就是啊，你斩柴斩了一千天，你用啊很少的火就可以把它都烧了。这是形容什么呢？就形容啊俺们平时啊净做好事，做德性，做道，做德，做了很久很久的，可是啊你这一发脾气，一生了这个无明火，把这个你所修的这种种的功德也就的无形中啊烧去了。所以啊，那么这个人怎么办呢？啊，脾气也大，一讲话就发了无明了。这发无明火的人呢，什么样人欢喜发无明火呢？欢喜发脾气呢？就是这个修罗。每一个人呢都有四道，有的有佛道，有的就有仙道，有的就有人道，有的有畜生道，有的有恶鬼道，有的就有修罗道。那么这佛道的人呢，多数是慈悲，
属鬼道的人呢，多数是奸。什么叫奸呢？就是不吃亏，很奸猾的，很狡猾的，就是不老实。你看那个人呢，不老实的人，鬼鬼祟祟，叫鬼祟啊，就和那鬼一样作祟，作祟呀，也就是好像昨天晚的欲来恼人那个恼字，差不多的意思。要是也占人道的人呢，就和每一个人都有缘。要是有出道的人呢，去贪，出道的人多数贪心，贪而不厌，无论什么他都不怕多，越多越好，多多益善。那么这个修罗就好发脾气啊，仙道的人呢就愿意清闲。那么现在这个多嗔恚是属哪一种呢？就是属于修罗。你看那个人呢，动不动就生气，火来了，火就来了，动不动啊就发起脾气来。这个人呢，就属于修罗，修罗性当权。那么可以改变吗？可以。怎么样能改变呢？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详详细细的把这个法门告诉你，就是要你呀常念。常念呢，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念，没有一个时候间断的啊。这常就是不断为之常，你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你要是能常念观世音菩萨，在恭敬观世音菩萨。怎么恭敬法呢？就是啊，到每一个庙上去，到每一个有佛的地方啊，有观音菩萨地方，你都要叩头啊。你叩头啊，不是说我今天叩明天就不需要叩了啊，或者我啊早些扣晚间就不要扣了，不是的。要啊见佛的时候就要叩头。你要没有什么工作给佛叩头啊，也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泥尘，你这个脾气啊久而久之就没有了。你自己呀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你的脾气你就不会发脾气了啊，也很奇怪的。你们每一个人不相信啊，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自己就知道，我以前呢也很大脾气了啊，说打人就打人，说骂人就骂人。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啊，十二三四岁那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啊，欢喜和人打架。无论你是啊多大的大人和我在一起，你都要听我来指挥，不听我指挥啊，那我就打，我死了打啊，打得你降服了为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修行。那么以后我学佛法了，
知道这种人有脾气啊是不对的，所以就改了，也就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所以我现在啊你就受徒弟的气呀、啊、我也不发脾气了。有的时候这个徒弟来欺负师傅啊，哎，徒弟先发脾气了。所以啊现在这个做师傅的也修这个忍辱恨啊，徒弟发脾气啊，我也忍耐，忍耐等他慢慢明白了啊，他就知道会知道错了啊。你看一看，以前我发人家的脾气，现在呀被徒弟来欺负我，说哪一个徒弟啊，哎，你哪一个欺负我就是哪一个徒弟啊，你要没有欺负我啊，没有对师父发脾气，那就啊那就不算啊，你要发过啊，回头啊就会知道。你看以前对人家发脾气，现在人家来对我发脾气，这是也是一种果报，这是受果报啊！谁叫你以前对人家发脾气来呢啊？所以现在收了一些个恶徒弟，恶徒弟专门欺负这个善师傅，所以啊，哎，可是啊这个善师傅现在不发火了啊，发火呀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要追究啊，如果你要一追究啊，我的火要是发上来那更不得了了啊。要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个愚痴。这个前边呢，第一个讲的是贪，第二个讲的是嗔，现在是第三个讲的是痴。这个呢就是叫三毒，这个三毒啊俺这个人的佛性啊都给毒的，睡觉为什么俺们没有觉悟，一天到晚呢那么醉生梦死，也就因为这三种东西。这个第一个贪，就是贪淫欲，本来这个淫欲对于自性上啊是最有害处的一种东西，可是啊一般人呢就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享受，所以啊就做这种颠倒的事情，颠倒的行为，把你的自性啊，把你的本有的佛性，一天就比一天的盖上一些个尘垢，光明就不会不显现的，这是贪淫。那么淫和这个嗔啊，这个嗔呢是发脾气，和这个淫呢也是一样的。咱们现在讲这个愚痴，
愚痴啊。什么叫愚痴？愚痴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愚痴，这就是个愚痴。自己认为啊，自己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实际上啊，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啊？啊，他不知道。啊，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也去也不知道。他自己说他是聪明的。你一说这是聪明，不是聪明啊，所以来不知来，去不知去，能说他是个聪明人，但是他自己可这样不承认他是个愚痴啊。你啊，在这个世间上名利小事，名利求名求利，这是个小事。一天到晚为这个事情啊去奔波劳碌，甚至于啊去害人、去杀人放火，都是为这个利，不是为这个利，就是为这个名。这个世界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这个人类，有多少？有多少人？你看，把所有的国家人都合起来，合到一起，有多少？啊，只有两个人。怎么就两个人呢？一个就是求名的啊，那一个呢不求名就求利啊。所以啊，为这个名利啊被人支配的颠颠倒倒的，可是他自己不觉悟，从生到死啊这么挣扎啊，有的想求当官的，有的去求发财的，有的啊就求男女的，有的就求所愿意的这种快乐。等到这种快乐没有享受多久，你就死了。死了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自己呀、啊、总自命不凡，自己呀、啊、认为自己啊真了不起，我的聪明啊最大啊，我的智慧也最多，甚至在学校啊读书，我年年都考第一名啊，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出人头地，我比人高一等，你这是聪明了。其实怎么样啊，你本来的面目没有认识呢，你就再聪明这都是假的，这是假聪明。如果你真正有智慧，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有智慧。那么说觉得自己是愚痴吗？也不觉得愚痴，也不觉得有智慧，和一般人呢这个身体形状是一样的，
可是你所道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是明白的。明白什么呢？明白一切一切入幻入化，入梦幻泡影，入露入电，知道一切是梦，是做梦的，你就不会贪着这梦里这个荣华富贵。你知道一切的入是入环的，你就不会贪图什么没啥呀、争人我呀、成是非呀、那争第一、争名夺利呀，都不会啊。这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所以呀、《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一切的就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呢？就是有相的，有形象可以看得见的，这都叫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就像那梦幻呢，像那个水泡似的。大海里的水泡，你说这是真实的是假的呢？你说它真实的，它又会化为没有；你要说它是假的呢，它现在又有个水泡。那么虽然有水泡，可是不实在的，没有真实的体性。影，这个影啊，也是个虚妄的，又像啊这个露水似的。早晨这个露水呀、你看它是有，经过太阳一照的时候它就没有，有电，这个电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快就没有了，电光石火。你要能以看见呢一切的入幻入化，入梦幻泡影，入露入电，应作入世观。你做这种的观想，又有什么可指着的呢？没有所指着的，没有所指着，那才是真的。也不会想东，也不会想西，也不会想南，也不会想北啊！把一切的尘劳妄想都放下，放下尘劳妄想的时候，你想不成佛也不可以的，你想没有智慧也不可以的，那你自然就有了。所以呀、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智慧的时候啊，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你到有智慧的时候啊，哦，知道这原来是我自己的东西，不是从外边得的。所以呀、那时候你就不会生一种骄傲心啊。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我是最聪明的啊。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我是生的最美丽的。你看我这一般人里头我是出乎其类，把我七岁了，我与人呢是不同的。你有这种思想呢，那真是找相的，找到相上了，找到相上了。什么是相呢？相就是一个臭皮囊啊，就是啊梦幻泡影，入露入电啊！你一天到晚又
自己穿上一点好衣服，给自己吃一点好东西啊，给自己住的好房子，给自己啊设备一点好享受，这种种的为自己呀、啊，你为他这样，可是啊，到时候啊，他就不管你啊，他就舍你而去啊。有的人就为这个臭皮囊啊，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好东西啊，一天到晚呢总填这无底的深坑啊，这无底的深坑填也填不满，填也不填不满，填了他又漏了，填满了他又漏了啊，可以漏了又要填，填了又要漏，这除旧换新，一天到晚呢啊，这新陈代谢，为自己呀、啊、忙来忙去、啊、我为什么一天吃一餐，也就因为太麻烦了啊，太麻烦了，所以少吃一点的，就没有那么麻烦。一般人认为吃好东西是最好的享受，我认为吃好东西这才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你吃多了肚里不舒服，吃少了这个贪心它又生出来啊，它这么好吃再吃多一点啊，你呀要不吃这好东西呢就不会生出这种贪心，肚皮啊、也不会难受啊，吃多了肚皮难受，吃好了、肚里他又想再加一点啊，吃少了，所以这都是麻烦。那么这些个麻烦事情为什么有的，就因为自己、啊、太愚痴，所以呀、啊贪享受啊，求富贵，求男女，求快乐，种种的无非是颠倒。你呀、啊、你贪来贪去又怎么样，到时候一样要死的，你死的时候啊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样啊这岂不是愚痴呢。那么现在这样愚痴怎么办呢？依照这个《法华经》上这个方法，去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你这个愚痴啊就跑了，你这智慧呀、啊、就来了。所以啊，每一个人呢，你要是知道自己是愚痴的人，那你是、啊、对自己一样。认识了，你是啊，已经有了智慧才知道自己愚痴。你要没有智慧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愚痴。所以啊，那就是越跑越远，越愚痴啊，那么是双料的愚痴啊。那么一个愚痴还不够，加上两个愚痴，你自己本来就愚痴，你认为你是聪明。那么这不是愚痴上他又加这个愚痴，变成本来是一个来的变成两个，所以啊我们这回一个都不要了他啊，根本就不愚痴了。怎么办呢？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这一个方法是最妙最灵的啊。那这是啊入假包换，绝对是妙不可言。讲到这个愚痴和智慧，什么是愚痴，什么是智慧，我讲一个你们不相信的道理。
愚痴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愚痴。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那个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境界，这个真色是从这真空里生出来，真空是从真色生出来，所以啊，它是二不二。那么愚痴和智慧啊，你会用的就是智慧，你不会用，它就是愚痴。所以愚痴和智慧也不是两个啊，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你会用是吧，这个智慧愚痴就变了智慧，你不会用智慧就变了愚痴啊，就在这个地方也是二不二。那么这个道理呀，你要得到你真正的智慧，你就是知道啊，哦，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就不会颠倒了。无尽因，观世音菩萨有入世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要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许之得本众人爱敬。我佛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地方，讲把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就叫了一声无尽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有入世等大威神力呀，他有啊解除前边所说这个奇难三毒啊，救奇难解三毒啊，这种的力量啊，这种威神的力量多所饶益。他还呀还有很多很多他饶益众生这个这种神通，是故众生因为这个，所以众生啊应当常应心念，常常应该呀、啊、心里念呀，这经文的指明了，叫你呀、啊、心里常常念观世音菩萨，不是口上念的，不是口里念心里不念，要你心里念口里不一定要念，心里怎么样念呢？啊，念兹在兹的，永远记得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要有女人，假设要有这个女人，有这么样一个女人，设欲求男，那么她想啊，要求一个儿子，求一个男孩子，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样求法呢？啊，这《法华经》上告诉你这个方法了。就要礼拜供养，礼拜呀就是叩头，那么参拜观世音菩萨，供养呢就是要回来买点果鲜果呀，生花呀，啊，这个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的，就生出来一个又有福德是又有智慧的这么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求男呢，这个得男了，色欲求女，假设要再想求一个女孩子，
可是呢，变生端正有相之女，那么求女呀、就生了一个端正，相貌端正啊，鼻子就长得像个鼻子样，眼睛就长得像个眼睛样子，耳朵就长得像耳朵样子啊，这个嘴巴长得像个嘴巴的样子。那么说这个眼睛还不会有的时候不会像眼睛吗？你看那个有的人三角眼睛，这个眼睛三角，三角形的，这种呢在中国啊，说这种眼睛叫张世贵的眼睛。张世贵啊是在唐朝啊一个奸臣，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官，他净欺骗人，他就是三角的眼睛啊，所以这眼睛不像眼睛了，是三角形的。人的眼睛都长形呢，它是三角形的啊。你们记得啊，这三角眼睛的人呢，你要和他做朋友啊，你很难得到他这个对你好有好感。所以啊，这是张世贵的眼睛啊，最难教的。说鼻子还长得不像个鼻子样的吗？啊，有的你看看一生来那个鼻子塌到里边去了，将军就像没有鼻子似的，就像他那个鼻子被人家给咬去了似的。耳朵啊，有的长得那像老鼠那耳朵似的啊，那么小的不得了，有的又长得长的像那个兔子耳朵似的，长的不得了。你说这个怎么能好看呢？啊，它要往下长呢，这像佛的耳朵是往下长，这还好。它都往上长啊，你想，这就不像耳朵了吗？像个那个兔子的耳朵啊。往上竖出来啊，这个嘴长呢啊也不像个嘴一样。有的人呢把这个鼻子眼睛都长到一起啊，七八家子搬到一起去了啊，你鼻子耳朵眼睛都搬到一起去住去，你说这像个人样子不像个人样子？这不像个人样子啊，简直的那狗都没有那么丑怪啊。所以你看那个狗，我有的人欢喜那狗，它都要长得那个相貌像个狗样啊，才有人欢喜。可是这一种人呢，相貌不端正呢，连狗的样子都不入了。那你说，所以你说这要女人生的这个样子，谁欢喜？没有人欢喜，没有人欢喜，这就叫不端正，不端正。啊，或者三瓣嘴，或者罗圈腿啊，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周身呢相貌都不端正，这种女人呢就没有人欢喜的啊，一定啊就嫁不出去，一定啊啊各处去这去找男朋友也找不着，谁一看见就怕了，哦，这是个妖怪。所以啊，这个端正有相之女呢啊，人人爱用，取之得本。为什么她端正有相呢？好像啊，你的相貌美丽，这都在前生啊，你回的给佛买过花，供过佛啊，用种种呢这个东西来供养佛，所以相貌就圆满了。